马斯克推特发中文诗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北京时间11月2日上午，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通过推特发了首中文诗歌 ，Human kindness / 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推特网友猜测，马斯克或许是指两种加密货币，狗狗币和柴犬币。据 CoinDesk， 柴犬币24小时涨了6%，价格为$0.00007，狗狗币24小时跌了2.65%，价格为$0.269007。